今天来找前任借车。哎呀，你现在站起来了，开个玛莎了，啥事啊？想再去前任？我是来续缘了，但我不跟你续。怎么的？哎，你不是不爱出门吗？今天就让你送个车，你穿成这样干嘛呀？我平时买菜这么穿。啊，你买菜你拎它？管我！行了，我不跟你废话了啊，车借我，我今天相亲。你相亲找我借车？啊？你咋想的？那我不今天看你发朋友圈吗？你说这小车我开出去相亲，我成功率起码能加50%。你是公速加50%？住嘴！车给你，慢点开，别闯红灯，赶紧走吧。哎哎，你帮我挑东西呗，我晚上用。我帮你挑什么？挑房啊？还有啊，你不让坐我副驾驶啊？不是，我不让他坐副驾，我拧个脖子看他。拧身旁点。哎你。真服了，哼！王姨介绍的。对啊，王姨真行。哎，那是我妈，你说啥呢？你妈不知道咱俩处3年对象啊，把我介绍给你。哎，我妈可不知道啊。当我找前女友借车去相亲，然后相亲就碰上了。我要知道是你，我就骑自行车来的。我知道是你，我来。谁愿跟你给一起待着呀？一分钟待不了啊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赶走，烦死！哎呦我操！打滚啊，干嘛呢？打不着了呗。你咋的？下去看看。他是不是没有电了呀？你缺心眼儿啊？但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你叫拖车来吧。叫拖车干嘛？啊，咱俩在跟前休息一宿，他就好了呀。车，你不要了，你休息一宿。那之前你带我出来的时候，车也是坏了，然后休息一宿，他就好了呀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别跟他放屁了，行不行啊？这玩意儿你放一宿，他自己就能好啊？就是这样的吗？之前就是这样的呀。之前我是你对象。所以说，就现在你不是我对象了。这都不能把我修好，这俩有关系吗？咱俩和好吧。不，你有病啊！他真坏了，我没跟你开玩笑。陈一鸣，你不能这样。那咋的？我咔咔，我给他做个人工呼吸，我救活他，你看行不行？那你先救活我呗。